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每次只要遇到大盘跌啊，同一个问题，它就会不断的重新又被拿出来提。啊，赵老师，那没安怎啦？这盘感觉有救啦！啊，我的股票拢无去啊。这个吼，在我们赖群里面吼，基本上已经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了。哇，涨的时候欢天喜地，跌的时候就哀鸿遍野啊，好像都这样。不过今天才跌一百多点啦，无虾米啦。大盘去千五点嘛，对不？落两三百点嘛，我认为拢无虾米啦。所以呢，本来我今天不是要跟他聊这个，大家懂不懂？好，我们本来要延续昨天的议题，记不记得我在跟他提到过，昨天涨停板的股票，今天一半以上都不会涨。你看今天涨停板是不是真的剩一半？咱给我三十几间哦，你看哦，今天只剩多少？二十几家，剩不到一半，一半还不到。你跟我讲了有准吗？你看咱涨停板的今天个也趴下跌停板，你看那个什么恒大，对不对？对不？涨涨停呢，今天跌停呢，你看康纳香对不？涨涨停，今天跌停呢，对不对？这都不是重点、啊、因为我有提醒过你们了。好、哦，涨涨停板的股票你不能讲，我要去约哦。好、哦，今天有一半以上是不会涨的。那当然了，我今天跟他聊这个议题是这样子的，好、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聊 IC 设计？为什么？这个其实就跟我第一句话讲的重点它是有相关联的，大盘拉回它是机会啊。如果你看到大盘跌，哇，今天打下来就开始一副很悲观的话，按照我领悟，你可能没啥下好做股票，你知道吗？哦，我看了去，紧嘞，查我户头偌济钱，哦，还佫有一百万，紧嘞，买啥？啊，跌下来讲，哎，要再讲卖买，还一百万留的，你看今嘛偌好个。无人安尼做股票的嘛，对不？这不是像以巴在打仗哎，停火了不能打哦，我给你两天的时间把人质交出来，人质交出来开始打，感觉好像小孩子在连脑里用感觉，你知不？哦，你人放出来，我就卖给你拍；你唔放人，我就给你拍，就是那种感觉。好，我觉得有点在闹啦，吼。但是我今天不要去评论这个以巴战争啦，吼，因为打仗毕竟真的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今天要认真一点来看待，到底大盘拉回是机会，还是直接就给它悲观下去了，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了，吼。那当然，我今天一开始跟他提到嘛，今天、昨天涨停板的股票一半以上今天是不会涨的，好。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他提？最主要就是在于说大盘涨了1500多点。在新的主流的架构还没有整个浮现之前啊，这里哈一定都是比较偏短线操作的啦，所以那种涨了两三只涨停板的哈，遇到卖压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今天也是站在卖方啊，其实不瞒大家讲，我前两天就开始站在卖方的啦。好，我只是我觉得有的没有赚了很多，我就没有特别节目上拿出来跟他提的哈。那为什么我今天突然跟他聊这个 IC 设计的最佳买点？好，为什么我今天要跟他讲这个？投资朋友，你们就想为什么？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份资料了，就是说我特别选了一档高价股、中价股跟低价股。你只要加我的 LINE 好友，我会把这三档股票的最好买点，好，直接公开在我们群里面，我们好友群里面。那为什么是 IC 设计？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我是不是告诉大家，接下来一直到封关前的三大主轴是什么？中高价 IC 设计、储能跟散热。好，储能跟散热本来我今天延续讲，可是我看到今天好多人在玩 IC 设计嘛，有的人哇，可能唔知是安怎无小心过去买了关店嘛啦，哇，所以开始找救兵，开始找医生。所以我今天好吧，我今天节目稍微调整了一下，好、哦，都调整一下，我们就来聊到底 IC 设计拉回可不可以买？好、哦，可不可以买？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啦。好、哦，好，那记不记得在九月份的时候，大家没印象？高尾分的时候大盘好不？来，我问大家好了。九月份，我们现在把时间先拉回到九月份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时候大盘其实都是一个区间震荡，大概上下大概就500点之内了。好、哦，这高尾分啊，有没有印象？那时候高尾，那时候九月份为什么大盘会跌？大家没印象？本来是先上后下嘛，为什么会跌？因为那时候有个类股很弱啊，这什么类股 ？AI 啊，有印象不？那时候大盘为什么也落？就是因为 AI 概念股在拉回嘛。所以记不记得那时候我有给大家一个概念，但他们印象这张字卡，
AI 概念股最佳的买点即将浮现。我先跟他强调，我今天不是要分享这三支哦，我是把旧字卡拿出来给大家看。好，那时候我是不是先跟他讲说，你要做 AI 的人，你要听我的号令嘛，我给你最好的买点。所以我那时候给的是这三档：七鸿、伟创跟技嘉。然后隔没几天呢，我又给你一个什么最佳卖点？大家有印象吗？进入字卡，技嘉、伟创、七鸿。哎，印象吗？一个是目标价，一个是什么最佳买点即将浮现，就在这里，比较有印象吗？就高伟魂的西村啦，高伟魂的西村。啊，事实证明嘛，那个时候的我们先讲技嘉好，你看九月份的技嘉是不是先上后下，对不对？先反弹之后往下破了更多，伟创也是啊，你看九月份有涨，可是涨的不多。还有这个旗宏，哦，旗宏还算比较有涨哦，大家没印象？旗宏九月份还算比较有涨哦，就这段啊。所以那时候如果你要按照我给你的最佳买点的话，你旗宏一定是获利的啦。虽然我这么跟你讲，我带会我并没有带技嘉啦，我老实讲我并没有带技嘉，伟创我有带，伟创我们真的赚的不多，旗宏还可以，旗宏还可以，好、哦。可是那个时候哈，我大家没印象，那时候我给的，那时候我带的是这个啦，好、哦，我们带的是这个秦城8210，好、哦，那时候是200块进的，好、哦，8210，好，让阿修回顾一下好不好？好、哦，来，九月份的时候嘛，9月21号你家，哦，高伟你家啦，好、哦，9月21号，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这里，有没有看到？好、哦，我说过嘛，我给你一个最好的买点嘛，你家，我看了不？你家，好、哦，探博追，我跟我老师都跟他讲。我秦城跟这个伟创都赚的不多，好、哦，有没有看到9月21号我们在200块附近买进，好、哦，低阶嘛，好、哦，低阶，然后呢，10月12号一样哦，有没有看到10月12号我们在235块全数获利出清，10月12号你家，哦，在位在利你家，我看了，都探几段啦，好、哦，200块钱的嘛，200块钱的，哈、哦，230块给扣掉，拍死一张30万哦，真的不多。所以我也很少拿这个做 IP， 因为真的赚的不多，伟创也赚的不多，哦，伟创也赚的不多。那我刚刚在找字卡的时候，哎，没有找到旗宏的买进呐、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旗宏的卖出，有没有看到？这是我们一般会员哦，旗宏，我们看到10月11号旗宏，我们在355块全数获利出清。10月11号李家，好、哦，宅会宅李家，好、哦、买进价买进的 call 讯我刚刚没找到了，但是卖出价我有找到李家。旗宏也赚的不多啦，一张也是大概2-3万块差不多啦，因为是高价股嘛。好、哦，卖掉，卖完之后，你看是旗宏的就一度跌到10月底嘛，看到？好、哦，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给大家 AI 的最佳买价跟目标价？就是讲你乌白做嘛。你如果打心里就不愿意加入我的好友来问价格，也没有关系，那至少你不要乱做。你不要乱做的话，你就不会承受到像旗宏跌下来哦。你看像这个技嘉最套牢的人最多嘛，对，我在你们说阿哥我别讲哎呀，对不？哦，你看这个技嘉是最多人套的。你看到现在哦，如果你不小心九月份去买的人哈、哦，我跟你讲，你到现在还没解套啊，因为那根本也没反弹啊。所以你看这三档股票里面，为什么我没有带技嘉，我反而带旗宏，我带那个秦城，对不对？我创我有带。哦、但是赚的太少就懒得拿出来讲，对吧？在探家经验，我身边好提出来炫耀的啦。我探真的赚的很少，我印象中大概价差只有一张在10000块而已。所以我今天拿秦城跟拿旗宏来给大家看，原因就在这里。啊，你个想嘛？如果你当初你如果说没有按照我的指示去买技嘉的，你看到现在不可以加哦，完全都没谈。可是你看哦，大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涨的？大盘是从10月底开始狂飙1500点呢。可是如果你去压到技嘉的人，我告诉你，10月底到现在，你技嘉完全没赚到半毛钱，一等不及擦高球啊，根本是完全打水漂啊！你知道我意思不？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跟他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今天也许你有套到 IC 设计，也许你没有套到 IC 设计，嘿，拢不要紧。好，你今天听我讲就对啊，来找我，好。最佳的买点我给你，我也帮他准备好了，对吧？我也帮他准备好了3G，对吧？你资金大的，你对这支；资金一般般的对这支；资金100万以下的就对这支，我都帮你准备好啊。哦，你只要告诉我，加入来的时候记得加入来，接着说，赵老师，哇哦，2000万，哇、哦，安尼简单做这支。赵老师，我敢那3-4百万的，安尼你做这支，好、哦，阿、啊、你阿个资金够少，你做这支。
啊，你也跟我讲，哇，我三期都没爱，那也无所谓，也可以表示你很相信我嘛。好，表示你很相信我嘛。好，好，那当然啦，今天为什么我要跟他聊 IC 设计？好，我再跟他重申一次哦，我今天不是要来送这三支的最佳买点哦，不是哦，卖五回，这是高回分的代志，这种一定是能够以前的代志啊哈。翻一下，我们学某个人说，翻一下过去了，还快点来记啊！好，我们学那个哦，翻页的，我们翻页的不再去提他那个。好，那为什么是 IC 设计？记不记得我之前在跟他分享这个三大主轴的时候，第一个摆的就是中高价的 IC 设计啊。那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分享这个资料的时候，来，让先来回味一下哈。你看哦，我分享过什么？高速传输晶片。IC 设计，网络通讯 IC 晶片啊、哦，一样是 IC 设计的模拟 IC 族群，一样是 IC 设计的 MCU 族群，还有一个消费型的 IC 设计。你看哦，光 IC 设计啊，我就整理了五份资料了，五份战报，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我为什么 IC 设计我准备这么多？我真的看坏它吗？如果我看坏一个族群，我还准备五份啊？那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为什么光 IC 设计？当然，因为 IC 设计它股票多嘛，所以整理出来之后的战报比较多，也合理。可是真正的关键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我给大家看几档股票，来，这个叫四星，目前的股王啊，好，我们目前的股王。今天大盘盘中曾经跌了多少？将近150点，对不对？砸盘后小影响到了，你看都快水起来了。啊，我知道，老师，我知道这有人在控盘。好好，我可以接受你说有人在控盘。这个高档震荡。其实我今天跟他聊的是这一档，你们知道为什么跟他聊这一档吗？因为这一波行情啊，严格讲起来是他带起来的。因为你看那个时间点嘛，有看到不？大盘到十月底，到还在跌哦。可是你看哦，联发科早在八月底、七月底的时候，它就不跌了。所以严格上来讲，当然啦、啊，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这支嘛是强啊，对不？这支根本都没落掉，对。它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以四星来讲，它的确是从去年十月涨到现在。可是毕竟它股价比较高，大家懂我意思吗？我们如果今天平心而论，要看那个比较人人买得起的股票来讲的话，我觉得联发科它比较具有代表性，而且它是全值股。好、哦，这基本上来讲，你要讲国安基金买买股票，我跟你讲啦，台积电必买嘛，还有联发科它一定会买。你说那些关公股行户那个买来户指数那个我们都已经知道，还有外面给我可以讲啊。可是以电子股来讲的话，护国神山，好、哦，他是一定会买，这样外面给我讲啊，他根本就公会为嘛。还有发哥他也一定会买，大家别忘记了，护国神山我们还有个什么，也是可以号称媲美 Intel 对不对 ？AMD 的什么 IC 设计的霸主啊，就是联发科啊。所以你看，我们从联发科的走势可以看得出来。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就好了，请问一下，它现在是多头排列还是空头排列？我安尼问您就好啊。你该不会睁眼说瞎了，说抓是它是空头了？所以哈，我今天跟他聊这个议题，就是说如何判定一个类股的主流趋势是否存在。感觉好像我在上课，对不对？要跟他讲课，错，不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道理。做股票一定要懂什么叫主流趋势，大家懂我意思吗？我现在反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好了。啊，中共这个盘要 game over 啊，要崩啊，要垮起来啊。那我问大家好了，是低价股先啊？我再举个例好了，你看哦，今天有单股票其实蛮惨的，叫什么？公布财报给那大跌，有的材料。我现在问大家一件事情好了，你觉得今天材料的大跌会把大盘拖垮吗？会不会？当然，对于你手上有买材料的人说，当然会啊！你看这材料趴下来啊，
啊，对啊，因为你手上有嘛，你当局者迷嘛。我手头即嘛有这种股票，所以我当然会以它来概去判断大盘可能会被它影响到。可是事实证明告诉我们嘛，它股本才5.8亿，它怎么可能影响得到指数嘛？所以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所以今天你看到材料被灌下来，啊，灌我联发科底台，什么？我有啊，有了，今天联发科也被影响到了。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就格局上来讲的话，它还是很强，它连月线都还没破，亲爱的，我垮了不？你有没有看到这均线发散，我睡不？这个是标准的多头排列嘛？那你说整个 IC 设计的高价股里面来讲，只有联发科是走这种模式吗？无啊，咱头头你讲的这个四星，你看人嘛是安尼行的呀，有看了不？来啊，咱头头讲的力旺，人嘛是安尼行的呀，对不？没错吧？就算现在还没有起来的这个是这个创意，人家也还是一个多头的格局嘛，还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嘛，包括什么群联，包括什么联友，我买报上最低，啊，我就透露我的明白啊。啊，你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哦？我今天不是跟你讲漫画，不是跟你本国吹哦，不是哦，我是要告诉大家，如果说这个类股，我们讲 IC 设计这个类股。如果它的主流趋势不救啊，不希望啊，我跟你讲，那这些高价股哈一定会大跌，也会跌到吓死你。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刚刚讲的这六档高价股，只要一跌的话，我跟你讲，大盘至少跌500点，熊就落我爸掉，光一档联发科跌下来就够呛了啦。那为什么它不会大跌？啊、哦，因为外资还在买嘛，好，我可以接受。最主要是因为大户还在里面嘛。啊，没在公雄杯，哦，万一被请去喝咖啡就麻烦了，你们可能好几天看不到我，哦，所以我现在只能点到为止。大家听我意思不？周老师只能点到为止啦，真侪代志讲明啊，吼，就无计达啦啦。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跟这个大家特别聊这个所谓的类股的主流趋势是否存在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啊，中工 IC 设计完全无希望啊！我告诉你，台股也不可能上18000了啦。那你我拓扁恁听有无吼？所以我现在反问大家嘛，那 IC 设计拉回是机会还是要悲观？你们懂我意思吗？当然啦，你买伫观点的人讲啊，周师傅，我跟你讲吼，我四星啊，哎、欸，举四星不对，因为四星现在还在多头格局。我举一个下来的好了啦，好，打个比方好了，你别创意的人啊，周老师，我四星套你家，哇，我创意套你家啊，不救啊，不救啊。当然啦，如果以这个情形来讲，你的确会比较悲观，这个我可以理解啊。但是因为你买点买的不漂亮嘛，所以为什么我要给你买卖点？大家懂我意思了吗？为什么我要给你买一点？哎、欸，我们今天是先给买点了，哎、欸，看好清楚哦。咱今天是先给你买点哦，少赖加油就有。好，我先给你买点，先给你买，我先给你买进价，不是给你卖出价。当然啦，你要问我卖出价也可以啊。比如说你刚好有这个创意的，你刚好联发科医生，你要问我可不可以，那个卖点在哪里也可以。但是我今天，因为今天毕竟大盘是拉回了嘛，所以让给那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我先给你最好的买点，我给你传到三支啊，弄起 IC 设计耶。你资金大的，麻烦你以这一档为主；你资金一般般的，你就以这个为主。如果你资金真的少的，拍谁啦？火力升冷机嘛，没什么意义，你就拿这一支，安尼好不好？记得我一句话，拉回才是最好的买点，赶快加来。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还在看吗？333轻松付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333轻松付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付专线02-8511-3366，8511-3366。
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好，为什么我被上帝最佳的买点，你一定爱来听，而且是 IC 设计。记不记得我在节目上也公开分享过三只超标的 IC 设计的股票，拢中低价，大家印象无？啊，为什么你连爱来提咧？来，我们来回味一下好了。记得没？这支杨志是不是 IC 设计的？对不？我的买点有水无？来，再回再去，杨志3017底部架构完整，筹码相对稳定，符合低阶的要件，空手的18.5到扣咧，18.5，10月17号，你对？10月17号的杨志，你对，李佳，请问飙了没？请问涨了没？没得好睡不？是不是最好的买点？洪哥都告诉你，对不？好，再来，哦，有看到不？轻轻松松一张万几块啦，哈、哦，靠十张啊，十几万啊，来，还记不记得这个加赖好友华讯？还记得没？好，不管你有买无买嘛，来，我们什么时候进去的？10月13号，华讯，有看到不？39块，有看到不？6237，10月13号，你家考虑好睡不？对不对？这不是我自己都乌白赚的嘛？就算我今天要买要来老王卖瓜，我的瓜也要够甜啊，不然你会买吗？过来一支。哦，我看了华讯，好、哦，这我就不讲，好、哦，反正这都我们出去的股票了，哦，这嘛没卖，哦，赚的还比这个杨志还要多了，哈、哦、，A K H G 呗，哦，也是风扇驱动控制 I C， 这嘛 I C 设计哦，这对机，我看了不？再一位找个森达科，我看了不？森达科技啊，4945，68.5买进，11月15号在哪里？大天线买，现在涨停板，哦，4945的森达科，再一位找个哦，再一位找个哦，李佳。啊、哦，在做这个做他第一刷就输了。来，我看到不？日出第一红靠进去了，有没有看到？我睡不？虽然赚的没有像华讯跟杨志的多，但是也可以接受嘛。才会我想，一般来讲哈、哦，你看我节目少于50%的，我大概不会拿出来跟你们亮。好、哦，别偷偷跟你炫耀，不，因为我不够我想嘛。你看像才会我想，我看到不？所以哈、哦，今天为什么哈、哦，周老师要在这边告诉大家，如果你对 IC 设计，你还是有一点热情的，你要淡薄热情，你知道嗎？啊，不然你要赚钱，不是听我这样说啊，这没意思啊。如果你对 IC 设计这个主流的概念，你还是存有一点点热情的，你也认为，就像我讲的嘛，四星都还是维持一个高格局的姿态啊。你看联发科这一些，都还是维持一个多头的架构啊。这表示什么？表示说他们的主流趋势是存在的嘛。当然，这今天有些 IC 设计拉回，我知道什么金星科这些拉回，我知道，那又如何？那又如何？你买又管得后啊嘛？他拉回关你什么事情？我们在等的是什么？不是等要不要卖啊？我们在等的是什么？最好的买点嘛。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特别准备三档，一档高价的，一档中价，一档低价的，看你的需要。哦，你加入赖好友之后，你跟我讲，周老师。我的资金比较大，我要高价的 ，OK， 好暴利。主要是我的资金可能没那么多哦，我要给你按那几支买一下。
如果你告诉我，哦，这是我资金的好少，我可能只能买像杨志那种比较低价。哦，安尼你就这支，安尼好不？安尼算做有心意的吧。不管你资金的多跟少，我能跟你搞定啊。假设你很贪心的，你三十都要也无所谓。哦，反正我干嘛有钱打个大电台嘛，对不？何必太计较？重点是什么？你要先加入我的LINE好友。哦，所以我刚才跟他提到了嘛，就是说今天我周鸿凭什么可以在那边给你分享最佳的买点？刚刚也跟他验证了嘛。杨氏没得好睡不？华讯没得好睡不？哎，都 IC 设计哦。森达科技没得好睡不？这三支都 IC 设计哦。其他的我都免阁提出来讲啊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敢在那边把最好的买点分享给大家，当然是有我的把握在了，请大家好好把握哦，赶紧加入周老师的LINE好友群。好，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也非常欢迎你可以加入LINE好友进行询问，好不好？好好把握哦。节目做，一直说我投资，投资顺利。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